我刚才真的没注意到，真的，哎呀，真的是大意了。受不了，受不了自己。所以其实在讲代表。哦这时候又来，搞毛！这样不能溜了吗？我把你吸过来砸你！我跟你说，哎靠飞！啊，糟糕！哦吼吼！哦，应该是带闪现的，完蛋了！还是没插眼。给我鸟！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闪现啊？我操！纳尼？我的佛！你闪过去打空军？炸裂了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爱哭鬼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你要注意他的界限圈，然后利用这个界限圈，如果是一块好地方啊，像这边就是个好地方，为什么？有五个板子，那就变成说他不可能自己拆掉树嘛，那长再多都没有用啊，因为长再多的话，那个火只要不出界，那个火永远都是不会突然绕一圈在我身上。但你只要一出界了，就是监管者的优势，所以你要知道每个监管者的优缺点之后去做调整。像刚才我想说，如果正常来说，我这个薄板这边它应该就会直接切一波闪现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没有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点被溜到炸裂了。拿个大长球撞着秀就好了。哇靠！
糟糕！发话，发你需要帮助。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我需要你们救！我需要你们救！OK OK， 还好他这边长了一棵树了 ，Nice！ 哇，吓死我了！哇，那个地方真的是，为什么我推他，他牵得起来啊？我明明就晕他了，我操的，吓死了！他来不及走吗？哎呦喂呀，可惜了。